下来进行精彩的分享交流。今天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曹雅文跟郭婷先率先这个要先诠释说新台语歌的流行，是的，新式台语歌啦，对，而且他们的目前的成绩也非常的不错，谢谢，都有入围到这金曲奖啊，谢谢，实力也是受到肯定了，是在这边唱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熬出头了啊，没有，要谢谢所有明日之星的观众们的支持，对对，然后每一集就是有些朋友都从南部啊，中南部，然后都特别来北上看我们录影，那没有来的朋友也会在粉丝页啊，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会支持我们，定时守在电视机前面，没错，是是，就是为什么要死守的，就守住就好了。定时守在，对啊，定时就是非常爱我们的。我以为是八百壮士，这个最主要的嗨歌啊，要今天呈现给大家。是的，你们作品也出了好多了，对，对不对？都是代表了新式台语歌的唱法嘛，对。那雅文今天要唱哪一首歌呢？今天要唱的是我第四张作品里面一首有点小电音、小舞曲风的《爱是独一无二》。爱是独一无二，但是电音电音嘛，对，有点像在夜店放那种歌这样子。而且唱这首歌主要的特点是要注意到，特点就是要 sexy， 对，而且要很 nice， 对不对？对，因为这是一首有点新时代女性的那种感觉，对，是是，也就是说台语歌过去呈现80%都是比较苦情的，对，或者悲伤的啦，比较 anger 的感觉，对，这新式的比较不一样，又有电音又很 nice， 大家看起来就是嗨歌嘛，对不对？是，因为观众朋友也学唱，也想学唱这首歌啊，要注意到几个重点嘛，有几个重点，等一下会示范给大家看，就是有几个重点，是唱后是吧？好，那郭婷云呢？我要唱我的歌，叫做《鲁林大》。哦，这听起来真爱做舞辣的，爱做舞辣的歌。抓法。对，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因为它是摇滚歌曲，所以它的重点就在于我觉得这首歌难在它的主歌，它的咬字很快，然后再来就是它副歌，其实它副歌有呐喊的地方，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要全部喊出来，其实它不是，比如说。会修，他不是会修，不是这样，其实会修要放，然后再收，放再收。但是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去 KTV 很好发泄的一首歌，然后也有粉丝跟我说，哎，我每次唱完这首歌，我就大概要休兵休好几天，化到不香一点。对对，我跟他说，有时候我去表演也是要休好几天的。对，所以演唱这首歌还是真要有这个功夫跟唱。对，但是这首歌曲就是很好炒气氛，因为就是蛮嗨的，是对，但是还有这首歌就是印象会让我很深，就是我这边吼，听到咱的错档，咱的胡亚玲啊，胡亚玲就讲，阿云啊，你什么会烧？什么你楼顶在烧？到底是对在烧啦？什么楼顶在烧？歌词是这样子吗？因为会烧你楼顶的香，然后他说什么你楼顶的烧？是你楼顶的烧。赶快要打119了。对对。你不讲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一直以为楼顶在烧。楼顶在烧。然后还有一个歌迷更可爱，他说：“婷云，不管你哪里在烧，我都很爱你。”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歌迷很可爱。然后我们比较希望你脂肪在烧。哎，有啦，也烧蛮多，不要这样。瘦很多，瘦很多了，瘦很多。是，那就来听这两首嗨歌了。新式台语歌，雅文的《爱独一无二》嗨。
心最甜，情话讲甲暖暖似，痴情在哪位？谁开？爱是世界对独立，梦是对阮都暗示，青春袂堪为你浪费，莫来孤孤地。爱是世界对独立，欢迎空气一时醉去，情话讲甲暖暖醉，痴情在哪位？谁开？是幽灵大，看是为对方，也是爱顽强的方向，故乡的流浪，为着自由搁在创伤。幽灵是目标，你若并无代表乱聊。委屈中坚强，目屎背后拢是骄傲。失去的期待，渐渐冷淡，心无存在。感情的世界，不愿幸福困在你手中来。黑色的约束，早就变成袂固定爱。锁定心内，是无命。真的好不一样的台语歌哦！是，哎，雅文唱的也是哦，你全身的动作好像少女时代的嘛，很性感。有是特别磨吗？有，因为这首歌是公司特别要让我尝试一点舞曲风，所以有特别请舞蹈老师。就是张文琪啦，我都叫他老师，对对对，叫他帮我编一点重点动作，对，像扣嗓呢，他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他就是说你那些重点动作一定要记得做，比如说说爱你，哦，说爱你，对，还有那个 kiss me， 哇哟，哎，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记忆点，对对对对，韩系的唱法，对，然后副歌就是因为一直重复那个。爱是世间独一无二，爱是世间独一无二。哦，对，一直记，对，就是要让人家记着，就是爱是独一无二。一分二裂。哎，不过他唱起来真的那个很奶的那个感觉，就很性感的，很性感的，完全就陶醉在他歌里面声音。不过中南部这个歌很红啊，要现场唱的感觉呢，就不真的不一样了。就是很那现场的感觉，尤其有歌迷在这边，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那种感觉，我们唱起来就会很爽啊！对对，肾上腺素会一直往上，就人来疯。我跟你讲，有时候出去外面表演啊，如果台下的观众比较害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很想跟他们互动，但是他们如果不理你，你就会觉得要一直自嗨。但是如果他们一直跟你互动，你就会。自己越来越嗨，对，整场气氛就越来越好，会，然后就会想要唱更多给他们听。这是两首呢，就是一个郭婷，一个曹雅文呢，带了这个新的台语歌给大家。是的，谢谢两位，来，谢谢，来，蔡佳玲、许富凯，好不好？哇，好的，
这几年你们的作品也不少啊。对，是要珍惜每一首的作品。是啊，中南部也就听你们的歌，对不对？对，傅凯人家更不用讲了，个人演唱会都开的，对不对？是，今天要唱这一首歌叫做《笑脸盲》，笑脸是我第五张专辑的歌曲。对对，你们也要示范一下，到底观众想学这个歌的重点是在哪里吗？好，这首歌的重点呢，其实因为那时候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自己的创作。那因为我平常唱的都是一些抒情的台语歌，或者是一些 enga。那我想说跳脱一点比较年轻的，要不然大家以为我很老，就是想说我老灵魂这样子。对，所以也写了这一首《笑脸梦》，那它比较重摇滚一点，《笑脸梦》卖球了。少年梦，对，哎，少年梦啊，少年梦，笑脸盲，笑脸盲啊，对啊，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从几岁就出来比赛，所以唱的都是几十年代的老歌，对，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作品，都要朝新式台语歌是没错去发展嘛。那这一首歌比较摇滚一点，然后在唱的时候呢，其实不用想太多，就是直接因为。就是要保持着一种很正面的能量唱这一首歌，然后最主要是我有加一点 R&B 在里面。小钟最近也是，对，最近也是出了摇滚的摇滚的摇滚的歌，所以我觉得他唱的真的是特别的有那个味道，对，而且那个炮还有那个转音真的很棒。而且这个咬字还不能太紧，一定要放松了。对对对对，要放我轻松，放我轻松。对，嘉玲今天要唱什么？我要带来的作品叫做《灰鸭岭》啊，很多阿公阿嬷都以为说啊，上面有座灰鸭岭。哦，对，因为灰鸭岭是用英文翻过来的。对，好多尴尬了。阿公阿嬷啦，唔知咯，白莲啊，白莲啊，白莲啊，菜哦。哦，阿你想好几白莲啊？这首歌是比较正面的了，好像在传道。啊，苦坑用尴尬去感受人，坑西瓜的对吧？坑西瓜，苦坑人做人都爱简单，阿嬷有心机。然后里面有一些重点，我是比较属于比较会靠的嘛。哦，对，好，就那个。莫非你心内有几吨地无声？对，转鼻腔，哦，很明显的鼻腔，对对，又突然转下来，对不对？哇，这个哇，这技巧很高哎。那大家学要注意到这一点。哇，这难度。吨地无声，这样子。那个味道就没上去，没到那个鼻腔共鸣。再唱一次，再来一次。好，莫非你心内有几吨地无声？哎，这就是它的特色啦。对对对对，对不对？你们终于每首歌都有自己的特色。像刚刚听完曹雅文的，有记忆点；郭庭筠霸气，独一无二啊，一下就记起来。对，那就来欣赏这两首新式台语歌了哈。好，回家零星球嘛，对吧？对，来一起来欣赏。为何你天生刁斗？莫非你心内有几吨地无声？将心事藏在心肝，将命苦担在头下，行点点拢甲沾声。我不是算命先才知影，只是你写到心内的惊吓。寒心都怕，偏偏你都袂过阮目睭一字正。劝你做人简单，那凡事做好吃。讲话不通投机啊，同齐是念歌。为阿弥感受人，用真心对待人，留好名声，予别人来探听。事做好吃，讲话不通投机啊，同齐是念歌。为阿弥感受人，用真心对待人，留好名声，予别人来探听。接下来由许福凯带来《笑脸梦》，双手在哪里借给我。成功的路
我歹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不管结局会变安怎，免惊，失败根本无算啥。青春少年兄，紧迈起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管管别人怎样看我，我就是打拼做苦人看。我的心头命向前行，创造好名声。管管头前风烟偌大，我一定打拼做苦人看。不管山会崩，海会打。就是打拼做好人看，我的心头顶向前行，创造好名声。我不管头前风烟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不管山会崩，海会干，我。